位开拓者，好消息来了，新铁 1.3 前瞻直播官宣了，快来和花猪一起看看详情和卡池角色吧，相信对大家的星穹规划肯定有帮助。开始前辛苦大家点个免费的点赞投币收藏支持一下花猪，祝所有点赞的朋友出角色，所有投币的朋友出角色和专武，所有三连的朋友直接满命满金，关注花猪能第一时间获取游戏福利哦。 1.3 前瞻直播时间在8月18号晚上19:30，官方在直播中会送出300星穹兑换码福利，直播预计持续40分钟，300星穹分为3次发放，兑换码在第二天中午12点时效，所以没时间看的小伙伴可以关注我，老粉都知道我每次都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领取，同时还会把直播内容精简成几分钟的视频，方便大家快速了解新版本内容，只希望每一位关注我的朋友都能拿到300星穹。新铁 1.3 版本的卡池新角色分别是五星虚数毁灭角色隐月，外号冷面小白龙，第二位泰普斯之手，每天都想当将军的五星量子存护角色浮玄，第三位朗道家最小的妹子贝洛伯格首屈一指的极地探险家四星量子丰饶角色林可，大家可以把想抽的角色不歪打在公屏上，祝愿每一位朋友都能抽卡圆梦。先来说一下浮玄和林可，他们是量子队的重要组成部分，量子队几乎无缺点，是目前最受期待的队伍，浮玄护盾加辅助，银狼稳定上量子弱点，他的减防收益是非常高的，林可奶妈希儿输出，重点是拥有量子队以后再也不用为混沌回忆配对操心了，管他敌人是什么弱点，在量子队的面前只有一个弱点，就是银狼上的量子弱点，混沌一路基本算打通了，没有希儿的朋友不用难受，用青雀代替也是一样的，所以有银狼的朋友推荐抽浮玄和林可。至于隐月单横就不用多做介绍了吧，相信大家在主线剧情中都已经试用过了，真的是太帅了，引玩家和部分男玩家狂喜，还没试用过的朋友可以收藏一下慢慢看，隐月单横无论是强度还是外形都是顶级的存在，花猪我真心希望每一位观看视频的朋友都能抽到这三位新角色，后续有什么原神新铁福利兑换码攻略我都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没关注的朋友只要点个关注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取了，最后希望还没点赞投币收藏的朋友可以点一下支持一波花猪，真的万分感谢了。